瞅他妈这房绝对卡了，我说句实话，来，我看第一个是谁。啊，你又有刀呀？我操！我一晚上了，我上把真没敢用。你要是经常我真是好人，我真是好人。妈多这把换成小白鸽吧，鸽子吗？嘟嘟嘟，太遗憾了。完了，彤彤，你咋还有刀啊？彤彤，我不知道，这房绝对卡了。这个 NPC 面对这个凶杀案，就是直接就跑了吗？就是也不会报个警吗？就是当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从那个，从这个三个鸡腿中间跑过去，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就不能拉个零吗？就不能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吗？为什么要直接跑呢？是不是心里有鬼？啊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我建议出那个 NPC 啊，他这个绝对不是好人啊，我过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一开始谁都没有看到，然后呢，我就从那个墓室往下一看，看到了一个大部队，也看到了一 个我一操，黑一绿我的在两具打尸概体，率啊！我然想后着就上把报步警不是就进好，来了。这那把总该换的按小照白东鸽王了，大小姐结所果说还是，NPC 步步，见尸体不报太而遗憾逃了。跑，肯定是个坏种，全票打飞 NPC 过了。听我说，我这边是什么？跟着铜珠和轰轰一起往最中间走，然后吧，这个铜珠说：“你真有刀呀！”我就不敢跟着他俩了。他俩就走到了中间祭坛，走到中间祭坛，我刚走到那个楼梯那个位置，就祭坛左面楼梯多久那个拉铃那个位置，听到他们说：“啊，杀人了！”我就压根看都没看，我就往左开始跑，嗷嗷跑。这个时候路过了 Saki，还有谁来？反正是 Saki 还有一个人，他们又走到了祭坛方向。啊，我一路哼着歌我就跑了，我说太吓人了啊！然后当时在现场的，我只能确定随手劈猪是肯定在现场的，铜猪也死到中间了。那么随手劈猪是怎么个事儿呢？过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不报我警，以为卡我先房报了，我的他身又是份，正义我是啊。鹈鹕警长双倒的同时，双狼还开因刀，为这开个，完刀了以后他妈的就跑了，一狼随手劈猪，因为这一个狼是固屠一定爷。的。你说我鹈鹕，我还帮狼报警啊？出得去吗？操了！你们好人是干什么？能不能不要再警长双倒了？说朋友什么呢？们，上把刀这砍处了一个 C 对子。哥，我观鸟者看得一清二楚，C 哥杀的人，先警长双倒，C 哥直接杀了个人，杀完人家跑的那个鸡腿都落下来了。什么只砍我处自己？你 C 看，哥，布布又是狼，C 哥又是狼。他路过不报警，那是什么好人啊？我跟朱一直在一起，我过。造谣！我鹈鹕啊！我不说我鹈鹕了吗？真是服提造个马，毛！你造谣！哎，真是服了。造谣！哎，鹈鹕，你就说你是好是坏吧？瞅你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我没看见布布，我感觉在砍布布，布布要破了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警长和正义可以刷一起啊，刚才我就跟轰轰刷一起了。我是班鸟啊，我的身份被人穿了。校三验的怎么样？一下给你全验完了，三哥，牛的。验毛啊！我操，他今晚警都报了，把警长，我妈人都傻了。警长，快呀！什么事？屁！我要随手劈一个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观鸟者，这把出谁？出随手劈猪！他也杀人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跟王菠萝都那个对过身份的，然后过了啊，然后跟东阳大小姐一起去报的警啊，过。没毛病啊，你偷谁我偷谁，但我感觉土地爷不讲好东西，他诡异的很，走在街上那个反复逛街，我逛了两趟了，感觉他行踪最诡异，那我还是跟个捞子一样，过。不是呀。我刚把我真实身份拍给东郎大小姐，我只能说这个 NPC 走之前胡说八道，你免得信啊，对吧？他说我跟土地爷，我都不在那边，土地爷才是那只狼吧？你看歪了吧，Saki？真不是我，你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星界行者？你说你是观鸟者，那人胡说八说的，我是加拿大呀，兄弟。你们两个他妈的死了，你除了死做任务就是的吗？你们两个死了就跟狼队不开任务，我做任务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
屌丝不干。我举报，我做了左下角的任务啊，这落死 NPC 一个没做，搁那叫啊！你们这个老给你一巴掌打了你的臭嘴！落死我做了左下角任务，你做什么了 ？NPC， 我能让人拉上零。NPC， 你做啥啦？我操，太夸张了！哇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！上来不是他妈的现实，太夸张了！你做满，你砸的不是钱，是双刀啊！双刀，双刀，你看我，我们俩人双刀，你不砸你做掉？啥意思？这他妈怎么才会输啊？这把我都想明白了。我操，太疯狂了！哎，真是无语。我操！金刚，我操！还有刀啊！对，东狼还有刀。我以为正义死了，是东狼是正义。什么？我明还没死。哇，太暴力了！我叼着黄金去躲哥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连千金都能刀出来？哇，这都能赢！简直无敌！我做完任务以后，我去做，我去做中间那个献祭任务的时候，黄蜂的这个逼来了个嘴巴里面含的东西，跟嚼了屎一样。